周董也是奶茶王啊，他内心已经啊，怎么会？这个好弟弟到底有多好喝呢？上一段君君手摇饮料机，儿子来看不见，他就带着自家饮料给好哥哥们周杰伦、林俊杰品尝。哥没有给我太多建议啦，对啊，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就是你需要他帮忙，他就站出来帮你这样子。我们真的，然后那一天去姐姐店里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Stereo 在对面，我就想哦，好棒啊，好像我们住在一个社区的感觉，想说那我也开一个在旁边，好像我们大家就好像住在很近的那种感觉，那个感觉很好。下次就在东区开一间。好啊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周董、姐姐跟阿信的话，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饮料呢？饮料。对，然后多几分甜。这太难了吧？其实 JJ 很喜欢喝，很喜欢吃甜点的。你给他甜的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酒窝越来越深。啊，他就笑得很开心。奶盖好了。对，我永远记得 JJ 第一次喝我奶盖的表情，他喝下去这样，这样，讲不出啊，他讲不出啊，这样。周董也是奶茶王啊，我给哥喝的时候，给他喝一排放在那边，哎呦，奶茶王是不是？就开始给奶茶王喝就对了哦，这样子。他就是不善于说一些甜言蜜语的哥哥，对。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已经啊，怎么会？这个好弟弟，这小弟。推荐给阿星哥哥。哦，会。推荐给阿星，我在里面吃。不是这样子，是他没空。对，姐姐有约信哥的，他没有空，他店就在对面，没有空来。他那天可能有工作，有任务在身，所以就没办法参与。跟他的咖啡怎么样？好喝，真的好喝。那我其实不是很懂咖啡，然后平常也没喝咖啡习惯，但我那一天就喝到很开心，喝得很开心。然后姐姐她自己手冲的。非常专业，很就真的很有怎么讲呢？很专业啊！那下次有准备要那个送茶到我们给他我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